不是男枪伤害怎么会奖子高啊？这号之前男刀谁打的？夜刀神呢？哎呦，高手！把他们撞向礁石！比尔吉沃特，一个化石，不能交给 A。你红没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你还来？你不吃他们家的男枪最终。脏乱的死亡将一次警告。你疯了？是不是疯了？你不会还俗。吃火药粉吧。受死吧你！人人有望。哈哈哈哈哈！就是一般打不血量吗？杀人的方式是看他的伤疤。好。妈的，好烦！快！这个位置不太好，他一套能干死我，男枪在这里。坏了！受死吧你！我的船就是我的灵魂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比尔吉沃特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攻击桅杆。对。大浪费了呀！我操，全是暴击，没有技术，全是暴击，兄弟们，舒服舒服舒服。还想操作呢？我的所有追求就是一艘宝船。坏蛋！坏！哇 ！Q 给老子收集者收掉了，我手都抬起来了，看能不能把先锋偷了。塞拉斯偷我的大没有大招增强，他只能偷普通的大招，但是他是出 AP 的，他拥有法强加成，爆发太高了。这波应该没人抓我吧？吃火药粉吧！看他会不会移过来。啊！老子就活了0.97秒，我还是先搞偷袭的。偷来的东西更加值。这先生干嘛？我操！这剑圣这么肿的吗？
这他妈谁顶得住呀？没大招帮不了。我操！这个蓝枪伤害怎么会这样子高啊 ？Q 呢？没有，我第一时间没想收这个人头，我以为他要死了，我想把这人头给卡杀，真不开玩笑，我都想直接走了。他受不了了，我不让人头就好了。这是对你的第一次警告。吃火药粉吧。这能杀吗？这还他妈杀不了。真想让人头，我第一时间我都想直接走了。别。我操！木刃触发不了。我操，这又没死了。操！这都他妈 Q 不死！他妈走过来呀！改不了塔没用啊。要么是男人过人的
我操，他立功了。简简单单闭着眼睛拿下啊、哦、我看一下伤害。七万了，七万了。我的天。我操，这么认，把所有能规避的伤害都规避了。三手三手三手，还好卡莎飞过来，我操，真的，卡莎不飞过来他们会直接怼我脸上杀我。如果卡莎来了，他们比较忌惮，所以就没有直接全部冲我脸上。还好卡莎不凶，